你实则是金玉在外，败絮其中。我实在不知道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我都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错，要被你们这么折磨。我开直播，你让你的粉丝说我想当网红，要直播卖货。我开小红书，你说我就是想红，为红不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我联系不到你，但是我就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安排营销公司，说我睡了明星还不满足，臭不要脸。我一不小心泄露了手机号，你安排人24小时用呼一死一骚扰我。我在微博曝光你，你安排曾经的皮条客到我的学校里四处打听我的黑料。我发爆料，你想办法把热搜名改成有利于你自己的，把不利于你的撤掉。哼，这些我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，我没有起诉你。你是不是觉得因为我没钱，没人敢站出来？你知道有多少曾经或者现在为你服务的员工来找我爆料？你知道仅仅是我曝光出来的你的行为，就已经让多少给你干脏活累活的人彻底冰凉，奔向光明。你知道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突破圈层，垂直整个中国社会。还有，你知道就目前我手里的东西，已经可以最少送你10年牢饭。吴先生，我想反问您一句，您在娱乐圈混了10年，你说你留下点什么？你的演技，你那尴尬至极的综艺感。至今连那些因为钱和你在一起的人也都弃你而去了。你后悔了吗？你害怕了吗？你有反思过吗？我想问你个事儿，您觉得您自己还算个人吗？